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，由唐嫣和窦骁主演的《燕云台》开播，开局呢就全程高能，不得不说真的好甜哦。唐嫣饰演的萧燕燕，从浪漫少女到廖公太后，从内蒙大草原到了浙江的小海岛，萧燕燕不仅能够在马背上面纵横驰骋，还能够在朝堂上叱咤风云。唐嫣演的萧燕燕真的是可盐可甜，勇敢坚毅，机智果断，一心记着大辽的百姓。非常打动人，看着燕云台仿佛是一代传奇的女政治家萧燕燕穿越到了眼前。两位男女主啊，一个是注定身份不凡的后族少女唐嫣饰演的，一个是心怀家业的热血少年窦骁饰演的。初见的清新是一切美好的开端，可惜呢命运造化弄人，两个人的相遇注定会是一生难舍的纠葛羁绊。从年少演到年老，对燕云台的所有的主演都是个巨大考验。男女主如何出狱呢？草原上就没有本姑娘驾驭不了的马，萧燕燕的性子你爱吗？燕云台第一节就有定情信物了，韩德让送萧燕燕竹披双耳骏，德让哥哥刚在骏营里边驯服了一匹极好的马，名为乌云盖雪。萧燕燕一看了，哎，竹披双耳骏，感叹这才是草原上面最好的马呀！而且燕燕有钱，一出手就给了德让哥哥60两。但德让哥哥表示这马你驾驭不了。燕燕不服说，草原上就没有本姑娘驾驭不了的马。可是这乌云盖雪呀，也真的是不听话，载着燕燕就闯下了刑场。他来了，他骑着骏马走来了。没有想到萧燕燕与韩德让的出狱呢，竟然是由于萧燕燕的无理取闹。燕燕啊，你也有些太霸道了吧！既然当街抢马，韩德让都说你驾驭不了紫马了，你还不信？这下弄得是人群骚乱，你可如何收场呢？说女子不如男呐、绝美勇敢的萧燕燕就像是我们证明女子也可以英勇无畏。萧燕燕裙子转起来的造型很唯美，画面美。燕燕既能柔情似水，又能够杀伐决断，女中丈夫的个性表演的是完美无缺的。萧燕燕也是很猛了，这打戏可真可谓是毫不留情啊！所以说，这样的酷炫女子怎么可能会被随便一个男子随意征服呢？摔跤吻来袭，剧情高能，古灵精怪的萧燕燕与能文善射的韩德让比试摔跤，这是萧燕燕和德让哥的青梅竹马的时期。燕燕就是未来的萧太后、辽国宰相萧思温之女，从小就是一个知书达理、智勇双全的灵秀女子，而德让哥哥呢是那个文武双全的男子。燕燕执意要与德让哥哥比摔跤，可是呢三拳两脚就被德让哥哥摔翻在地了。燕燕不服再来，可是这一摔还亲上了，燕燕和德让哥哥亲了，这事儿可是被大伙都看到了。萧家调皮的小女儿萧燕燕与能文善射的韩德让比试摔跤，不服输的小女生拉着韩德让要求重新比赛，竟然还不分高低，最后竟然是一个吻结束了这场摔跤。萧燕燕害羞离开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谁道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，千古绝唱无人歌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